你就是，你听着，此事十万火急，告诉法王我处境危险，行动时一定要注意我的安全，否则我只能离开。 自己选择的路，咱们伤感也没有用啊。我真的不希望是他，毕竟曾经共患难，而且也兄弟一场。罢了，既然如此，咱们的一切还是按原计划进行吧。 客官，您的酒来了，请慢用。老五，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言方少，不饮酒，饮酒醉，最为丑。哎，你说说你，你只说喝一坛，现在已经喝了第三坛了，你要不走，我就走了。哎，再喝完这一坛啊，喝完这坛我们就走啊。 我说你们呀，你们是高兴也喝酒，不高兴也喝酒。我看呀，这喝来喝去呀，全是借口。哎呀，你们和尚说话一套一套的。好，那我问你，咱们大哥安然脱险，该不该喝？该。冰山大难不死，该不该喝？该。好。 那你说这坛酒该不该喝？不该。你说你们这帮和尚啊，每天就在那儿啊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啊，没意思。和尚，我说你几句啊，你别不服气啊。你说这人啊，不吃肉，不喝酒，这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 我要是你啊，我就恨不得找根绳儿，哎，把自己架，哎，哎，哎，就算了啊！嘿嘿嘿，你们呀，那就是酒肉之辈。酒肉之辈怎么了？酒肉之辈怎么了？我问你，咱们大哥是不是大侠？是。他吃不吃肉？ 他喝不喝酒？对不对？没有酒，没有肉，我和我大哥怎么能英雄是英雄？说白了，没有酒跟肉，哪来的你呀？嘿嘿，哎，我酒呢？哎，你刚才喝多了，你看我晕不晕？ 嗯，晕吗？有点晕。我这才喝两杯啊！你刚才真喝多了，你说话的时候都已经喝完了，咱们走吧。啊，走走走！不可能啊！我这个臭和尚，这是什么？啊，这是不是你干的？啊！别跟我说这是你尿的，你学坏了，你臭和尚！ 里边请，您吃点什么？哎，怎么？
我告诉你，中国的海盗已经存在几百多年，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都拿他们毫无办法。就算他们被打败了，也会很快东山再起，重新成为海上霸主。你应该明白，他们没有我们，一样能够自保；而我们没有他们，恐怕连立锥之地都没有了。那他们还跟我们同盟干什么？因为他们不仅仅是要自保。 还有什么目的？除了金银财宝，别的东西对他们没有吸引力。以前可能是这样，但现在绝对不是。难道他们想推翻大明朝，自己当皇帝？他们也太自不量力了。中国历朝历代的兴衰灭亡，哪一次不是从一小股不起眼的力量开始的？ 汉朝的项羽、刘邦，唐朝的李渊，宋朝的赵匡胤，还有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。最初的时候只是一个要饭的乞丐，你能说他自不量力吗？刚开始起兵的时候，恐怕所有人都会认为他们是自不量力。但当他们登上皇位，改朝换代的时候，谁还敢这么说？ 说了有用吗？那是他们有当皇帝的命。有没有这个命，谁又能说得准？谁又敢说肥元勋就没有当皇帝的命啊？叔叔，你想当日本天皇，在更大的地方做皇帝不是更好吗？叔叔是想当明朝的皇帝。 你是说我没这个命？可我们是日本人。哼，如果元朝的皇帝是蒙古人，对中国人来说，蒙古人和日本人都是外族人。更何况我们有可能是中国人的后代，起码我们比蒙古人更像中国人。师傅说的对，连嘉靖这种人都能当中国人的皇帝，师傅怎么就不能？师傅本来就是人中龙凤。 不是奇才，李郎，你觉得呢？叔叔是人中龙凤不假，可是我问的不是这个，我问的是叔叔做得了中国的皇帝吗？做是做得了，只是，哼，当然了，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。
单凭我们已经聚集在中国江浙闽沿海十几万人，以及九如法王、王元正的近四万人，若能细心、耐心的经营，同心同力、同心同德，当中国这个皇帝，也不是太远的事了。可是叔叔，除了王元正这股势力最大的海盗，沿海还有许多数不清的小股海盗，如果他们聚集起来， 再加上王元正这一股，他们可是有10万之众。你是想说做皇帝，他们也可以自己做？是的。为什么？他们会让我们做他们的皇帝呢？那咱们可以帮他们做呀。帮他们做？九如法王想借助我们的力量打垮明朝军队，那么我们也可以借助他们的力量达到统一的目的，因为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。 当我们杀了明朝军队中能够和我们对抗的戚继光和俞大猷，然后彻底打垮明朝军队的时候，到那时候，我们要做什么，就由不得他们了。<笑>你总算明白了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们再反客为主，区区一个九如法王，还不够我收拾的。所以，该弯腰的时候就该弯。 弯腰是让他们为咱们做事，为咱们去抢那个皇位。这个时候讲宁折不弯，那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？叔叔，一郎明白了。那就从一点一滴做起，让他们把咱们当成毫无二心的盟友，而戒心全无。谁笑到最后，谁就是胜利者。你们都明白吗？明白。 事一定要小心谨慎，切不可鲁莽行事。刺探军情即可，不要跟他们产生正面冲突。知道了，你放心。还有，那个九如法王平时行事阴险狡猾，你自己要多加小心。他应该会在泰州布阵，还有那个汪元正和吴口头子，他们的武功都不错，应该担心的是你。我明白。客官来了，好。哎呦，张姑娘，自斟自饮有什么意思？不如让老五陪你一起喝。来，啊。 姐姐，和尚他不让我喝酒，我好酒。张姑娘，这好酒啊，要慢慢的品。你这样喝，恐怕不仅耽误了这好酒，还耽误了身体。行了，喝酒哪有不吐的？来，姐姐，来，来，嗯嗯。 耽误了身体又如何？还不如大口大口的喝，痛快。姑娘说的对，身体只是一副皮囊，喝多了也就是一时糊涂，但这真能解除你心中的苦闷吗？相信师父，你们佛家不是经常讲？ 缘起缘灭，皆有定数的。
可我明知道没有缘，为什么还要一心念着？忘不掉你。是，佛家的大道理尽人皆知。可是真正能做到的又有几个人？张姑娘，你是性情中人，又被爱恨情仇所困扰，自然可以理解。但是，身处红尘中。 又有几个人能做到团圆美满、事事顺心呢？我什么都放得下，我心里只有一件事情，放不下。 张姑娘，既然知道事事皆有定数，又何必自己为难自己呢？放下与放不下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像当年郭襄郭女侠，放不下她心中的神雕大侠，不一样一生过得逍遥自在吗？人只有一颗心，她的心念要是不动，这个世界自然也就不变。 心念要是动了，这个世界就自然动了。尽管如此，你不是还有酒可以喝，还有个疯子陪你喝酒，还有个和尚陪你聊天。即便心中有再多的困扰，也应该是快乐自由。哎，对。和尚，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倒真觉得没什么不快活的了。就是。 从小自由散漫惯了，这段日子随戚将军在军中发生了一些事情，让我觉得有些透不过气来。我知道，你天性不羁，这段时间也算是为难你了。这倒没什么，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性格。我虽然不喜欢被约束。 但毕竟是习武之人，如果在国家百姓危难之时，还只顾自己逍遥自在，那岂不是空有这一身的不公吗？你变了，哪儿变了？ 以前的你喜欢无拘无束的生活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，而现在又如何？你现在也算是担得起“侠之大者，为国为民”这句话了。郭姑娘过奖了，这“侠之大者，为国为民”这句话，杨某实不敢当。 你现在不但事事以大局为重，而且还能约束我们几个。我们几个若是没有你的话，就像散沙一样，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拧成一股绳帮助戚将军了。郭姑娘，此话言重了。封地向来是孩子心性，凡事。
只知道好玩。相亲大师乃出家之人，凡事都会以慈悲度人。若贤跟铁桥，若贤跟铁桥兄乃名门之后，正所谓虎父无犬子。 那郭姑娘就更不用说了，年纪轻轻的，竟然成为了峨眉的顶尖高手。你们每个人都身怀绝技，如果自己不愿意的话，那么谁又能管得了你们？你们只是给在下几分薄面，听我说几句话罢了。能让我们几个心甘情愿听话的人，除了你，恐怕也找不到第二个人了。 你将我们几个各兴不同的江湖人聚在一起，主戚将军抗倭，为国为民，已经很尽力了。我知道，你天性散漫，可为了苍生百姓，却改变了自己的个性，已经是了不起了。我哪里有这么好啊？只不过，是你说的好罢了。我只是实话实说罢了。 百姓危难，我辈自当挺身而出。但是我心里面实在不喜欢这个是非之地。等到我帮戚将军完成抗倭大业，让百姓安居乐业之后，如果能像我的先辈神雕大侠那样，与心爱之人朝夕相处，归隐江湖，那我就真的。 没出息！姑娘说的对，在下就是没出息。什么江湖地位、功名利禄，在下都不在乎。我只盼着等战事平息之后，能和姑娘一起仗剑天涯。 过着神仙眷侣般的日子，谁要跟你一起仗剑天涯？那你想做什么？无论做什么，我都愿意陪着你。这当神仙的日子，若没有你陪伴，那简直就是味同嚼蜡。 度日如年，你想做什么，我随你便是了。 老虎，老虎，老虎，棒子，
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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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只是想把你叫出来罢了。回喝酒去。哎，啊！张姑娘和朱公子正在谈心，你去做什么？每次一有这火药桶子，就不好玩，整天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。朱公子身负杀父之仇，而且情根深重。 他比一般人苦闷些，是可以理解的。所以啊，咱们更得回去，对不对？你得像劝贤贤那样，好好劝劝火药桶子。张姑娘天性豁达开朗，贫僧劝的话，她自然愿意听。而朱公子，贫僧恐怕无能为力。有什么大不了的？这有酒喝，有架子，这不挺好吗？就是小心眼。 你一天就说大话，若是那金刀仙子不再理你，你还能这般潇洒吗？其实你也是情根深重之人，好在你天性是个疯子，没心没肺，正所谓患得患失。 那也比你这个呆头呆脑的和尚强。阿弥陀佛。看着我干什么呀？来，喝酒。来，师兄。 这酒好喝，没想到你这么开心，我还以为……以为什么？以为姓杨那小子跟郭姑娘好了，你会伤心难过。看来我是多心了，这下我放心了。你早就该放心了。啊，这么说，你想通了？想通什么？ 姓杨那小子心里根本就没有你，你应该明白的。是啊，我早就想明白了。陆贤，那我们……师兄，我们这辈子。
只是师兄们，为什么？既然你都想明白了，为什么就不能回头呢？只要你回头，我一直都在这儿等你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我们半点男女之情都没有，又何谈回头呢？看来你还是念念不忘姓杨的那小子，我就奇怪他哪一点好，值得你为他这么做。 你上山为他采药，差点命都没了。他问过你一句吗？我会替他采药，是我心甘情愿的。受再多的苦，再多的累，我都不怕。我不需要任何回报。看来你还是不明白，他心里根本就没有你。那又怎样？我喜欢他就可以了。我不需要他喜欢我。 我只是不再执着跟他在一起，或者希望他好，他好我就开心啊。你简直就是走火入魔。你错了，我是想开了，我希望你也能想开一点。你如果找了妻子，我会叫她嫂子；生了孩子，叫我姑姑。我们互相照顾。 爱护一辈子，这样我爹在九泉之下，他该有多放心啊！放心？亏你说得出口！你别忘了，我们的父亲临终前是为我们定下过婚约的，你这么做，他们放得了心吗？我爹是怕我们孤苦无依。 才定下婚约的。如果他们现在还活着，知道我现在这样的心思，他们也绝对不会强迫我嫁给你的。要是他们现在活着，一定会骂你糊涂。你要坚持这么做，他们在九泉之下都不会瞑目的。不管怎么说，嫁人是我自己的事，就算是我爹，他也不能强迫我。强迫？ 要是没有杨天纵，我们早就成亲了，还说什么强迫？师兄，你怎么还不明白呢？这跟天纵哥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就算没有他这个人，我也一样不会嫁给你。你的意思是，就算你孤苦伶仃一个人，也不愿意跟我在一起？师兄，我知道，你从小到大。 都对我很好，尤其是我父亲去世之后，要是没有你照顾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撑下去。师兄，这份情，我真的想报答你，但是，我这辈子只能用兄妹之情来报答。够了，不用说这么多不着边际的话。 说到底，还是因为那个杨天纵。师兄，我话已经跟你说得很明白了，我希望你自己好好想想。你永远都是我的好哥哥，我就不相信。 要是杨天纵死了，你还会这么想？塞外凝凉，烟花将晚，大漠戈壁。 以后，你想去哪儿，我就陪你去哪儿。如果倦了，我们就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，一块喝喝茶，练练剑。你说妙不妙？妙是妙，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件事情。你说。现在倭寇虎视眈眈，说不定哪天又是一场恶战。
你一定要答应我，不可再像大门岛那样独自强行涉险，以后遇事要与我商量，不可再以性命相搏。放心吧，之前我的性命不值钱，现在有了你，我还要照顾你一生一世，我的命也就金贵了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爱护自己的。命令都传下去了吗？好，将军放心，他现在应该已经启程了。我已命人赶往杭州，还有密令当地兵马火速赶往温州，只要倭寇上钩，定能杀他个有来无回。尔等不能粗心大意，战场上瞬息万变，胜负就在一瞬之间，就如法王和倭寇诡计多端，虽然这次我们占了先机，可是绝对不能放松警惕。是。此次倭寇必定倾巢出动，若是能将他们全部消灭，必能振我朝纲，扬我国威，江浙的百姓也可以从此无忧了。属下定当竭尽全力。好。将军，有什么不妥吗？这一战，我们曾经的朋友将变成敌人。朱大人一生忠烈，唯一的血脉却叛国投敌，认贼作父，真是让人痛心疾首啊！将军不要太难过，大战将近，千万不要分心。是啊，作为长辈，我痛惜他走错了路。可是作为军人，我们不能顾念旧情。所以，两位将军，如果日后在战场上与他相见，千万不能心慈手软。是。